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老师党安琪。Now let's begin. A. 电脑死机了怎么办？ B. 先别着急，重启一下试试。 A. 电脑死机了怎么办？ B. 先别着急，重启一下试试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